itu tidak memiliki就是开那个奥迪的，他们不在今天，回答我吧，他们今天不在这里吧 ？OK， 谢谢。等一下，比方说我肚子饿，我吃东西，因为我没有吃午餐，原谅哈。All right, that's good. 讲到之前，我想拜托你们一点事，就是如果今天主在我讲到的时候接我回家，不要慌啊，不要怕，说感谢赞美主。还有呢，我拜托小明哪里呢 ？OK， 请你打一个电话给我。等一下，不是，不一定发生。请你打我的男孩子的电话。就是在这里，我已经写了。因为他本来我拜托这个先不懂的国语，所以要盼望你来打电话给他。还有呢，请他打一个电话给我的女儿，但是有时候你打电话给 Raymond， 他要回答你，那你马上就打电话给我的女儿，牧师有我的女儿的电话，有我给你了吧？这个不要先叫911。是等到他们来，因为911有带到我那里去，他们一定要先知道。911迟十分钟、十五分钟无所谓，反正他们的钱啊。哎，我要你们多笑一点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前两个礼拜有一位大陆的人跟他的孩子来，他就对我们说，我非常感动你们的教会，每一个人的脸都笑，我可以给你看我们的相片，我决定来你们的教会，看见没有啊， smiling face pays， 你带着笑脸申请工作，你有很大的机会被录取，你一点都不需要紧张的不得了，大家都怕起来，对吗？姐妹，我好像看见到你，呀呀，就是在这里是吧？啊，感谢主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为我祷告。这个霍社长，两位，一位是你们的牧师，一位是长老，那里长老在这里是吧？你盖着那个口罩，哎，现在才是真正的你，牧师啊。没有他，我没有办法，实在帮助了我很多。师母，谢谢你给你的先生这么多的机会来帮助我，就是报答你们。为什么我学不够，他一直降下来，为我感谢主，好不好？不要怕，死是这样子就走了。同时，你知道你跑去那里，对不对？我对我教会，把你们的手机关掉，好不好？
因为这个，我告诉他们，我离开你们不要哭，我是住在那个英文叫做 mansion， 很大的房子，你们还住在 apartment， 你们还住在大的房子，在这里比不上，所以我跑最好的地方，对吗？地狱的尾下一点都没有，耶稣为我的罪死了，他也为你们的罪死了。你还没有信主的，今天我请你一定要信耶稣。跑了85年的日子，看到许多不同的教派、宗教等等，信耶稣得永生。他爱这个世界，所以呢，他就差他的儿子耶稣替你的罪祷告，赦免你的罪，赦免我的罪。今天的讲道，请你们接受好不好？我今天不是讲故事，今天讲实际的话。呀，请你们听好不好？那我告诉你，你们要听的不是每一句都是好话，对不对？乃是叫教会弟兄姐妹们，过了礼拜，你们的生活就更好了。有多少人需要这个？有的人不举手，你不要啊，举手举手，谢谢大家。我告诉你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一生里面做了不少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但你所做的不一定到达目标，对不对？最可怕的一样事情，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你目标达不到，对不对？请你们说对不对？哈利路亚，你真是跟我同心，因为在我一生里面，我做了一样东西，我达不到目标，请问你的感觉怎么样？当你达不到你的目的的时候，目标的时候，你感觉到怎么样？你说啊，不要紧。如果你说不要紧，你不是聪明人啊。赞成？阿门。哎呀，很怕人说阿门。你如果感觉到你达不到你的目标，你感觉到无所谓，你不是一个聪明人。阿门。大声一点好不好？对呀、啊，这才是神召会的精神呢，承认自己的需要，对不对？我告诉大家一下啊，我跑出来，从我的讲章里面，彼得这个人，你不要看他是义父啊，他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我跟随你，我得了什么东西？”喜欢吗？这句话100倍，我祝福你100倍，这是神召会的精神。年轻人，好好计划你的将来，可是不一定是对。当你不对的时候，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事情？那是 Esther 是吧？因为我看不到有这个灯，感谢主，主祝福你。是不是？我们不一定知道，错的事情是正常的，赞成？你做错事情是正常的，就说。最怕错不改，
对吗？还有呢，你要改，要付代价，人家会提醒你，对不对？我声音如果不清楚的话，请你们告诉我好吧。我最怕的两样事情，我讲话人家听不懂，好像对牛弹琴，是不是？但是人家不能接受，最怕，因为我讲话不合逻辑。有多少人相信你年老的时候一定好，你年老的时候一定不糊涂，请放下来，有没有想过这一点？我常常对主说，主啊，我今天好像讲话不大对，求你改正我啊，配文对不对？你跟你的顾客讲话一定要讲得对，你讲不对他跑掉了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。阿们。哎，请你们告诉我，我等一下，等，我有时间性的，因为等等。哦，不怕了，下面的那个我的那个 appointment 取消了，感谢主，多用一点时间跟你们分享啊，那请你答应我好吧，不要睡觉啊。感谢耶稣。那么今天我感觉到神非常爱你们的教会，你们的教会挣扎不少哎。我跟你们20多年了，难道我不知道？有的人醒悟不来，在挣扎中。这就是今天我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。I want to explain to you 那个 salvation。救恩不是单单赦免你的罪啊，当你错误的时候，主就把你放在对的地方。有多少人感谢？这个 salvation 救恩保护你，不要进入到罪的生活里面。感谢主啊，林宏彩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坏蛋的不得了啊，他改变我，用他的道改变，所以呢，必须要知道我们这位的救主是何等的奇妙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。你不知道的时候，耶稣的名字你不要忘记，他是奇妙。什么叫做奇妙？你过去的生活平平淡淡，没有味道，你信了耶稣，很多神迹奇事。赞成的请你举手。好，感谢主。对不起啊，我经常停下来，因为那个血压不大对，请你了解我的情况啊。有人一定要告诉你，告诉我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错误。等一下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一点的这个
footsteps， 他的脚步来帮助人。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一点点啊，不是我的讲道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一点点，我出来一下，我再回来。这一次我的生日，9月28，但是今天还是18号，是吧？还有10天。我教会替我弄那个，生日纪念。这个之前我也跟大家讲，我女儿，不是我女儿，我的孙女是一个非常好的 artist， 所以欣赏artist art， 给我看一下你的手。那个艺术图画，谁在我们中间喜欢那个艺术图画的，举手一下。我需要一个人，我不相信霍市长。来，出来。你告诉我一下，这幅图画好不好？他前3年已经画了，这次我生日，他给我图画，是一匹熊的马。我告诉他，你画一张那个有精神的，不要衰弱的，你给我那种的图画，给你一个特点。漂亮吗？啊？你讲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大声吗？啊，算了。你一定讲好话的。感谢耶稣。但是我教会呢？可以，但是我先讲这个才分给你们，好不好？我教会给我的不是图画，乃是一张没有图画的。小明，你看一下这里啊，告诉大家多少钱？为什么看下面那个数目在上面的嘛？啊，700块，给我生日的礼物。我可以不给分享给大家？我敢把这个东西摆在给你们看，因为限制之一，当一个穷寡妇没有东西吃的时候，伊丽莎还是伊利亚，他说：“你先给我煮东西，煮了以后你才吃。那个你家里的油不能够减少，你家里的那个面粉。”也不能减少，只等到这个饥荒来到过了之后，对不对？牧师养成了，对不对？感谢上帝，你给神的仆人，神祝福你。你不知道我的教会对待我非常恩待我，这个2年里面买房子的有4个家庭。为什么要讲这个？林牧师常常讲教会的好处，
当然分享给你们，使你们也可以享受神的恩典，在神的面前。钱呢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我教会有一个有钱的人，帮助这些宣教，他怕出钱，怕得不得了。好像我叔叔在泗水，他在泗水是第二个有钱的福清人了，林公济。家父叫做林公安，家父的哥哥叫做林公平。一讲到奉献，他就跑去他师母那里，跟他商讨一下。我要奉献，我不跟我师母商讨，给就给，对不对？神怜悯我 ，Yeah， 感谢主的恩典，弟兄姐妹们，从今天开始，我问一句话：若是神要加上更大的祝福，有多少人愿意？感谢上帝。但代价要付啊，对吗？对吗？一定要付。这一次，我全家的，我女儿的全家人来看我，我知道这是一个暗示，主要接我回去。我告诉他们，我死的时候不要哭啊，我期待这个时间离开，我期待我可以见到我的师母，见到我爸爸妈妈，见到一切的这个圣经里面的人物，高兴吗？突然间你有这么多的人你认识的，感谢上帝。然后弟兄姐妹们，我想分享给大家一下，就是圣经在诗篇第十一篇第三节，我要大家一起这个只有一节，我要请你们站起来念，好吧？我算上，大家一起来念，一二三，根基若毁坏，一人还能做什么？原来一人想做很多事情。是哎 ，no， 只有一节。原来很多人要做很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但你的根基若毁坏，你做不起来。阿们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做一个祷告，主啊，求你继续恩待我们所要听的，愿你得着荣耀，愿生命得着大改变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，请坐，好，这句话我们一定要知道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这个律法师 lawyer， 他被召做传道，他挣扎。后来他念这一节的圣经，那就完全奉献做神的仆人，现在是印尼文教会的一个牧师。在密斯苏格，
人非常聪明，你跟他讲话，你感觉到他的程度高得不得了，他的祷告不同，不同，跟其他的那个印尼文牧师品质不同。那么感谢神的恩典。哎，我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。招待我的一个医生在医院里，哎，在那个阿米嘎，就是老人院，是一个牧师，他是一个护士，嗯，他的妻子是护士，他的丈夫是那个也是牧师，跟谢牧师认识。啊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们都知道他，大家都认识他。哦，大家都认识。感谢耶稣。我问他，我这个癌呀，在这里，整个身体，但是在这里的癌呀，你摸它，你已经呱呱叫了。我呢，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他们问我疼不疼啊？一点都没有疼。我说你们高兴啊，因为耶稣真是恩待我。阿门，赞美耶稣，耶稣。Anyway。弟兄姐妹们，因为教会好像一个网啊 ，right? It's a net. 你丢下去，你所抓的鱼都不同，对不对？啊，抓了鱼以后，神就用他的道来接近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接近就不成为神的教会。请你再听一下，不接近就不成为主的教会。啊，马太福音那里说，人非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。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的面。所以今天要多讲一点这些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神要我们，不是你的奉献，不是你的钱，所以有钱的人啊，在我们中间，不要以为了不起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你不知道，我告诉大家一下，我现在的祷告。主啊，求主赦免我从小到今天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点显露之气都没有。你看一下旧约圣经，大卫奉献多少的金都写下来，对不对，牧师？我还没有搬到阿米嘎之前，一个月要4000多块啊！哇，牧师，你哪里来的钱？我告诉你啊，可以不可以告诉你？我年轻的时候，21岁，先父对我说：“你做牧师，我一辈子支持你。”我说 OK， 3个月之后，我说 No， 我不靠你啊。但是我没有告诉他，我对神说，我不靠我爸爸，我靠你。谁敢说这句话？
我不靠我父母，我靠我的主。不，很多人 right？ 对呀、啊，我的那个，我还没有搬到那里以前，一个多月，我房子的价钱我不卖，我还有房子，才60多万。搬了之后，1.2 million。你哪里能够找到这个钱？谁肯给你那个钱？对不对？说我一生夸耀，他是我的天父。70年以前，我对他说：“我靠你，我不靠我爸爸，感谢上帝。”我爸爸8个孩子。每一个人都送房子，有的送了2个，连同仔，看见没有？我一点都不理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给我们1辆新的这个 Volkswagen Station Wagon， 后来他送给人，因为他得了那个中风，忘记了。我一点生气都没有，我妈妈生气的不得了。后来我最要紧的看的，就是我太太的脸，她有没有生气？一点都不生气。哎，不是，我不进了1两，神给我2两，我骗你吗？我要被他刑罚。如果我骗你们，你不靠主靠谁啊？ Jesus is the answer of your life。 所以这样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有意识要做很多的事情。再看诗篇第一篇127第一节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累。你们要结婚的，你们有男朋友有女朋友，记住这句话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。我给你们一个见证好吧，非常立体，非常真实。有什么人可以把那个椅子放下来？放下这个硬，我这么瘦啊！谢谢，我就坐在这里可以吗？或者推一点那边，没有见到我的，请原谅。可以见到吗？把这个直接抬走。对不起你们。谢谢。好，可以抬吗？可以。哇，这么有点声音，声给你摁的。再来一点。可以吗？再来一点点，不要紧。可以吗？可以。感谢上帝。这样就好了。那么，我刚才说。
我给你们一点非常立体的神的恩典的见证。1964年7月11号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那天我们结婚，在家里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求你不要现在给我们孩子。”6个月之后，那是我四母祷告。真的6个月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女儿出来。我第一个女儿，我们给她叫做美仙，美丽的奉献，是 Janice。有人叫 Janice 没有？那就是一个美丽的奉献给神。你知道吗？他出生之后，慢慢长大，慢慢长大，他贡献在教会不少。在那个福音广播电台唱了好几次，又自己弹起来。他会弹琴，但是他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给我恩告，叫我弹琴不一样。”哇哦，你不知道，当他弹琴的时候，我写讲章，那个话语流通在心中，连我的狗一定要睡在他下边来听他弹琴。真的，真的。OK， and 感谢主的恩典，他到处有机会就服侍教会。他们是在六分人，神祝福他们的工作。他们大概有70个工人在他的公司里面工作。70 summer， 我不是夸耀啊，请你们注意，我来荣耀主的名字。你靠主，你相信他，神必祝福你。我男孩子呢，女儿生了之后，我就对主说：“主啊，求你给我们第二个，但是要他第一个2年之后，真的第二个出来。第二个出来呢，我们之前就对主说，求主给他智慧聪明，让他头脑。”对，让他保持他的那个资格。感谢神，感谢神。他是一个药啊，我是他的 accountant 会计师。谢谢主的恩典。And then what happens?诸位弟兄姐妹，你祷告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累；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，看守的人，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心。你的生活不要这么沉重。耶稣说什么？烦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我就必使他们的安息。今天信徒啊，今天信徒 is alright, is alright, is okay, is okay。信徒啊，带着很多的重担，一辈子到死啊。Why? 为什么要他承担了你的重担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所以保罗说，反思谢恩。保罗说：“
要常常喜乐，喜乐是良药，神的话是良药，可以改变你的性情。好，我告诉大家，在前一段我常常讲，我们常常做错，我们不知道，对吗？记得吗？所以呢，阿姆斯书第三章第七节说，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，就一无所行。意思说，在我们错误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他的仆人，对吗？对吗？你告诉我一下，对不对？这要支持你们的仆人，还有神的仆人，还有呢，先知。如果没有人告诉你，不能成功。在那个真言书那里，我是说到英文 ：If there are counselors, that is safe. 你有人来告诉你，你就安全了，对不对？赞成吗？我要你们清醒一下，赞成吗？没有人告诉你，你不知道。那神会告诉你，借着他的儿子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看见这些话，就是当耶稣背着十字架在那个耶路撒冷走路，有一些妇女就为他哭。注意一下，这里有没有耶稣转身对他们说，耶路撒冷的女子，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什么意思？他们付了代价来看耶稣，替耶稣，他们为耶稣哭了。耶稣说，不需要，要为你的儿女哭。什么意思？他们力不讨好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我这个中文还对吗？力不讨好，应当是对的。耶稣说错。我问你一下，当你做一样东西的时候，你认为对，有人告诉你这个错，高兴吗？高兴？当然不高兴。这个是正常的一个人，不高兴。但你高兴不高兴，你注意一下，耶稣要告诉你，你错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所以教会弟兄姐妹们，告诉大家，如果有人对你们说做错事情，你们愿意不愿意接受？哎，老实一下啊，我刚才讲，教会是一个网啊，那个 net 抓鱼的网，你所抓的鱼会不中，对不对？神就用他的道洗净你们。好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吧。主啊，你祝福以下的话，你圣灵与你的教会同在，帮助我们越走越高，越走越逃离虚越。奉耶稣基督圣名求你，阿们。这个我不是要伤感你们啊，这是教会的毛病。80多年在教会，看见毛病。好不好？我讲一句，一样一样。刚才我说，我们要
提高一定要付代价，对不对？记得吗？好，我先问大家一下，家庭有喜乐的，真正喜乐的，请你举手，对吗？对吗？我不是控告你们，那是讲实话。教会一定要有喜乐，你教会没有喜乐，回到家里好像回到地狱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在外面已经做得半死，回来要有喜乐，对不对？好， D A 有多少人盼望主带来完全的喜乐在你们的家庭啊？我好像不讲过一样，有多少人盼望主把喜乐带到你们的家庭啊？就看得出来了，感谢耶稣。我再问一下，这个爱是很难讲的东西，有的是表面上，有的是要安慰你，有的是叫你不要怀疑，对不对？赞成吗？赞成吗？啊，我才知道你们的心，真正相爱，夫妇相爱的，父母爱儿女，儿女尊敬父母，家里有这种现象，请你举手，非常重要。这个儿女是父母的产业，不要放下你的责任，一定要照顾他们，建立他们在主里面。好的，现在到教会好吧，请你老实一下，你一举手，你主就把你的那个困难拿去。有多少人在我们中间经常妒忌人的？妒忌啊 ，jealous。哎，霍市长，请你叫我相信你们好吧？下面没有一个人举手，经常妒忌，看见人家比你更美丽，你妒忌。看见别人比你漂亮，你就妒忌；看见人家的头发梳得好好的，衣服很整齐，鞋子很光滑。今天我没办法弄清洁我的鞋子，已经好久时间，我没办法弯腰，经常妒忌。人家的汽车比你更好，去妒忌去。有多少人有妒忌心 ？I really don't believe this。感谢上帝。还有没有？你的朋友考试分数比你高，你也妒忌。啊，那个就是妒忌。感谢主。还有什么人没有？男人呢？你看见别人的生意比你大，你就妒忌起来。啊，什么人没有？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情？你一妒忌，
你跑不远了，你不会胜过别人。妒忌本身不是好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不管你们举手不举手，刚才我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在教会里面经常不能同心合意，在那里做一个 nucleus 核磁一样，你一对我一对他一对我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不要你们举手，我劝你们撤掉它。你教会不能真正兴旺，是因为分文结党，中文叫分文结党。请你原谅我，我念中文只有六年，我念英文这一辈子我就是讲英文。不要分门别类，我属于阿波罗，我属于保罗，我属于其他的人。你说从今天开始，我说从今天开始，我再说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你们属于耶稣。阿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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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。你要分门别类，不能够比我教会强。一团的人呢、都是属于牧师的一团，但是我们没有分门别类。所以神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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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教会很慢呢、慢得不得了。但是神非常祝福我的教会，在金钱上。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we have? 多少钱我们教会？63万。人数多少？45名。有时候我们奉献一个礼拜10000。2000、3000、1000多，神祝福的我们，因为我不让他们，我说你不要轻视人啊，你不要以为他是中国人，我们中国人有8位左右，你轻视他，你也不要轻视其他的人，肯定不轻视人。所以呢，神非常叫我们非常的祝福。还有一个办法，听一下，听众们听，相信我吧。40年以前，有一个加拿大传道人，跟我好像兄弟一样，他对我说：“哎，洪仔，你这是宣教士。”支持三公，神会不断的祝福你们教会会有。现在我们今天，就是中国人说，前人种树，后人享。要不要？请你记得，没有一个给人的。不多给你们，事必受。跟我有福，哎，我还有多少时间？告诉我一下，2分钟、5分钟，啊？他说什么？15分钟，盼望不到15分钟，
弟兄姐妹们，你所拜的主是又真又活的，你的一切生活，你相信我，就在五个名字里面，它的奇妙 Wonderful Counselor 这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意思说他对你没有改变。和平之君什么意思？带来和平平安了？不是，叫你不犯罪。如果这个名字不是为耶稣，是他的名字，就是那个是为你为我，我肯定你从今之后神要改变你的家庭。好，最后一样是最不好听的，最不好听，牧师的跌倒有几个原因，地位对吗？牧师钱财淫乱，贪钱，我最讨厌，最讨厌牧师贪钱。如果有牧师贪钱，赶他出去。你信耶稣要还钱，你受洗要付那个洗礼证，奉献是第一，奉献是第一，奉献的钱是为了修改神的家，补助教会的需要。赞成吗？你不赞成，你回去读那个哈盖，是不是？他们钱这么多，要反定路不理啊！先父说 ：“Listen， 我不怕告诉你。”他那个在吉格达有一条路叫做小南门，是过去的，他是好像美国的那个什么路呢 ？Fifth Avenue， 钱都在那里，赚了不少的钱，有工厂卖金条，弄钻石，这个 import。很多的那个材料，什么都做。他妈妈说：“公安，你打来工，听得清楚吗？”我说：“国语。”你打来工，到现在你没有房子，你这么笨呢、啊？你到现在没有房子。爸爸说：“教会若不起来，我不买房子。”像这样的有钱人，五六万，有多少的这种的父亲人？神的价值低，感谢上帝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小心。我刚才说牧师的跌倒在淫乱，淫乱别人的妻子太强了，别的女子抢他，我没有看到吗？亲眼看见，最
最近在西边这里，外国教会非常大，有很多分会。牧师看到他的同工范建宇跟会友，就报告各自，谁知道大概差不多两年，把自己翻建了，教会就一塌糊涂。我常常对教会会友说，你不要得罪神的教会，你以为得罪神的教会没有事吗？ Don't forget， 不要忘记，教会是耶稣的肢体。阿们。你放留在肢体的里面，你就是得罪神了。我告诉我教会弟兄姐妹们 ，In the name of Jesus， 我从开始服事，我从来没有那个动淫乱在神的教会，那是才20岁左右。到今天85岁，敢了，不是不要，不敢。你们教会有淫乱的，停下来，审判快要来到，对不对？耶稣说，该杀的东西当归还给该杀，上帝的东西应当归还给上帝。不是你的不要动，不是你们的不要动它，离开，那个只有一霎时的时间，几秒钟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如果大家明白的话，我都千万小心，你欠一文钱，你死之前，神要追究你一文啊。有多少人赞成我今天所讲的道？好，牧师，我是赞成，但是我的软弱怎么样呢？所以今天要祷告，求主解决你们的问题。那林鸿才也是一样啊，跟你们一样。特别我被差派的时候，到台湾40天，每一天我都算日子，40、39。38、37，讨厌的不得了啊！那个时间，第二次送我是一个月。你知道台北啊，台北很多据点啊。哎，先生，请来，那个女人打扮的漂亮。那什么路我也不知道。你说那种现象是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请你不要客气啊，拒绝。上飞机。台湾到这里大概应当有18个小时，是吧？旁边是女人，啊，怎么办？神对我说：“记住，你在教会里面结婚，你一定忠心到底，是不是你的，不要去动它。”不是你的，不要去动它，清楚吗？愿意吗？接受吗？我告诉你，
保罗的书信不看后面，只看前面。凡是发生了，过去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要重提，再开始去做。我的男孩子说，你犯错误是正常的，但是犯新的错误不是正常，这是很真的。多少人赞成？那我告诉大家，夫妇吵架不但重提，也把更多的东西再带进去。有多少人愿意夫妇要相爱？一位牧师告诉我，有一天他离开家庭，我们认识得很好，我每次打电话，我还清楚吗？小花，清楚吗？谢谢。有一天我打电话给他不在，两次打电话不在家，三天、四天、五天、六天，差不多两个礼拜不在家，我就问我的师父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哦，我叫他打电话给你。好，他起先不要告诉我，我说你是什么朋友啊？我们认识这么久，连真诚都没有。我说，我对他师父说，啊，我叫他打电话给我。他回来就打电话给我，哎，弟兄，有问题吗？哦，没有，有。我说有。你今天跟我见面在 Tim Horton 喝一杯咖啡，他就对我说 ：“John， 我从来不爱我的太太。”不是，你说什么？我从来不爱我的太太。他说韩国人啊，一带女孩子出去就算是你的。我还没建立爱啊，父母好像强迫我结婚，所以我到今天没有爱。哇，我说没有爱啊。哎呀，问你一下，你的太太给你三个女孩子，你到今天才说你不爱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爱她是你的妻子，你不爱她是你的妻子。这个没有离婚，不想离婚的事。我说，现在祷告认罪，你犯罪你。我说，那个牧师在 Tim Horton 那里跟我一起祷告犯认罪祷告，他们现在回来差不多20年了，给耶稣分。你的难题，弟兄姐妹们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决，耶稣可以，你要不要？你要不要？你的问题很多呀，他能解决，你要不要？现在我先要附上为病人祷告，好吧？病人祷告，你凡是身体有病，请你站过来，好吧？出来 ，It's alright。感谢耶稣，你们肯来。出来，
还是感觉到需要主医治你，不要客气。但是我们的医治 Jehovah Rapha， 你们常常说耶和华以勒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以勒不能发生，若是以撒没有献在祭坛上，你注意一下，那个羊啊，扣在那里，因为以撒已经被献出来，好吧？但是耶稣的名字不是单单那个，是耶和华我们的医治。Jehovah the Lord is my healer， 英文，好吧？还有没有当中需要带到的？我只有带到神的手在你们身上。OK， 好的，我先为这件事祷告，好吧 ？OK， 天父，求你保守遮盖我们每一个人，记得耶稣基督不但是为我们的罪死了，他也承担我们一切的软弱。这帮人带着他们的软弱，但是你已经解决了。2000年之前，魔鬼撒旦要攻击，不断的攻击，但是我们奉主的名字要止住魔鬼撒旦的工作，求你完全医治他们，赦免他们的罪。相信这个祷告你尊敬，你也成全。 It's done。 告成了在你们身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如果你们这时候一直下个礼拜做见证，好不好？下个礼拜做见证，好吧？答应主啊。好，请你们回去。现在我要为大家，我为那一些你们到今天犹豫不决的，今天是你们最好的日子。反是还没有信主的，就是刚才出来祷告的，愿意信耶稣，从今天让他来祝福你的生活，赦免你的罪。现在请出来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出来。还没有受洗，还没有信耶稣的，今天要接受耶稣的，出来。出来，感谢主。牧师，牧师，让我讲话。出来，快点呢！还没有真正得救的，愿意主赦免你的罪，改变你的生活。出来了，不等了，不等，不等。出来。好，我问大家一下，你们大家都得救了吗？如果得救，请举手。哇，呀呀，那个没有举手的，是你的好机会，出来一下，我是要为你们祷告呀，没事，出来，出来，我奉主的名字。请你出来，不要不好意思。Come on， 好，我再给你们一个时间，出来好吧？我也开始祷告了，我也回家了。还没有信主的出来，信主罪的赦免的永生，还比这个好。好，没有了啊，弟兄，我祝福你。我们做一个祷告吧。你来了好几次，我知道，在我讲到的时候，
我知道你真诚，今天神要成就你心中所要的。出来，不客气。还有什么人没有？ Anyone else？师母正在服侍人，信主了吗？呀，啊呀，我们当然为你祷告，感谢耶稣。还有另外的出来，另外的出来，两位，第三位呢 ？OK, that's good.好的，我们做一个祷告，好吧？你们跟着我祷告，好吧？可以吗？天父，你跟着我祷告，讲话，跟着我祷告。天父，我今天才知道，这位弟兄有讲话。我听不到，大声一点啊！你爱我这么多，你赦免我的罪，是有证据的，就是耶稣的死。现在我要接受你，不再怀疑了，没有时间来怀疑你这么大的恩典。你赦免我的罪，我要接受你，按照你的应许，信的人必有永生，罪的就赦免，罪的就赦免。感谢你赦免我的罪，我接受。从今之后不再动摇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坐呀。现在请大家站起来，我要祝福做祷告。我不但祝福到你面前做，把这般的人带到你的面前，也为他们的家庭，也为他们的生活，也为他们所做的事，也为他们过圣洁的生活的事，求主带领他们，加给他们力量，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，就是耶稣基督再来，让他们被你带领，越走越好，越走越看见你很大的祝福，祝福他们的孩子们，带领他们每一位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们。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交通，常与你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们。向主合掌，好吧？谢谢大家。好，请坐。今天要谢谢小明，因为他要把我送回去。But yeah, 我大概讲完之后可以出去了。啊，讲完了吗？听不太清楚。讲完了吗？我当然讲完了。谢谢大家。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切的需要。
都已经转给我的儿女们。宇宙十多年前已经预备好了。我再讲